它只是水饺皮，它就变成硬硬的。那其他会影响到口感，哦，那这个就不会，好不好？同时大家吃一下，来，一样，起锅子，好吃吗？好，起锅子，我火已经关掉了哈，利用锅子本身的余温，来，我们把海绵，千万不要用菜花布，哦，也不要用，那不是海绵，那是卫生纸。你只要请你应该白回归，为什么？因为